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是花兔，我们要来打中介城，对，我们要打中介城。Yeah. 那在上一集呢，我们不断的被羞辱、被攻击、被凌虐，终究终究还是抵不过我们的志气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已经准备了，哎，你这么是不是真的是挂24小时，累积这么多见识啊？啊，反正都是借我的、啊。对，今天我可以当支援弓箭手，然后还有一把铁剑跟满满的食物。你那边食物有多少？我食物啊，我有53个烤马铃薯。好，超多。欸、我们去做一些蛋糕怎么样？蛋糕可以瞬间吃。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材料够吗？对哦，我们不是有甘蔗吗？我们甘蔗也种啦、啊。有啊，我这有9甘蔗，可是有鸡蛋吗？鸡蛋，看一下鸡蛋，看一下机场。鸡蛋，我们的机场没有做成那个、欸、自动收蛋的那种功能。哇，有喂、欸、一个蛋糕，哇一个，好加油！可是你这样的话，桶子我要有3个啊！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身上好像快没有空间了、欸。你要不要？我见识，我看一下身上有没有垃圾。我干嘛把那个鞘翅带出来啊？放进工具箱里啊！不要放成就箱哦。等一下，我先解决一下这边的怪。我到了。扣血了！哇，好补哦，那个是我马铃薯。嗯哼，烤马铃薯。我上去喽，我上去这个，我先从这个灯塔里面。好哦，鱿鱼出来了，射他！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可爱。What the？ 他其实蛮可爱的、啊。我们要刷一些中介珍珠啊。不用了，你刷中介珍珠干嘛？我们先把这个城打过吧。哈，有了这么多见识，叫我神射手。我。哦 ，nice。有，我来看一下最高处的那个叫什么？飞船要怎么去？哦，我看到飞船了，在这里。这边好多怪哦，很多，小心一点。我们还在往上，旋转楼梯往上，往上。哦，看这种声音，我看我没有，我们走错城了。哇哇！等一下，这个圆块，嘿，射掉了。哎、欸，圆块从哪边关？哈，圆块显示设定细节。哦，说嘎圆的细节啊！好、哦，我刚大战了300回合，我也找到我们的那个叫什么？我找到我们的船，到底要怎么走了？船在那一间这里啊，这里啦！来啦！走，我在你后面的。好，可是我想去看看别间呢，我觉得别间里面可能也有宝物。好吧。哇！瞬间移动走了。哇！我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。可以用箭矢把他们的那个飞弹射掉。嘿！我射！交给你了。我射！我在射！世界和平就交给你了。这个重责大人真是难过。射掉了 ，safe。我的箭矢也剩没多少了。你用那么凶哦，不是跟你讲要节省一点吗？很难呢、欸。好了，我给你一组。好，过来。就等。过来这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边。哇，外面也有，你看那个外面那个飞弹。走吧。就在我面前爆炸。嗯。去看看箱子有什么。你后面那个箱子。好。我好难看、啊。好，算了，我来看好了。我来了。哇，好多金锭哦！附魔书消失诅咒，消失诅咒。对，欸、还有一把稿啦，幸运三的稿子。拿啦！消失诅咒很重要吗？感觉不是很重要。我觉得还好。火药拿着好了。顺便丢垃圾。好。嗯，还有什么垃圾要丢？
看你。橡木材也就掉好了。旁边就有，旁边有这个箱子，我把弓箭箱，我把它挖回去哦。好啊，我们再去另外一间探索吧。这间其实就是那个宝物箱而已。箭矢还剩下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狗狗在外面，他们在外面。你飞起来好，你飞起来好，不要理他们。反正室内他们也没办法。哎，我要死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去那个最后一间哦，那一间就是通往那个飞船那一间的，有看到吗？好，再先布线。好，你的那个什么方块量够吗？方块量挖一点好了，我怕叠不过去。这边有啊啊，十个方块。完了，把他那个球啊敲掉，它可以敲掉。他死了 ，nice。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到地面上，拜托。谁？射掉了。来，我还活着。为什么我跟你说我来就掉下来了？对，因为我刚刚被对你懂的。走吧，前面这边右转就到了。nice。这个箱子里面有耐久3的经验修补的胸甲，我都拿。我们等一下回去看怎么分。楼下干什么？我被打到漂浮了，下面有一颗。No！ 不要再 safe 安全。只是我飘太高了。safe 完全来了吗？这里来喽！要上去了。那我下去，拜托。下来了。哇，你用水那一招也很厉害耶。啊？你用水那一招啊？哦。可你要贴近东西才有办法。打开啊。不行了，那气佛是。你有够多打？对，他前面，但是你帮我看他有没有在发射哦。啊，你看到了。好，我剩5个。我再去收集一下，我不够。拆梯子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我来拆这里。突然变安静了，是我来到最顶关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超安静的。打开啊！再来啊！再开啊！我不敢。开了很好，哇，他死了 ，nice， 好，我要过去了。外面有一个戒符盒，被我射掉了。这也太多戒符盒了吧？对啊，正常的。什么声音？你在射吗？对啊。还有，而且还有是白天呢，晚上都会生怪。你不要射到我啊！又射不到。哦，对哦。等等，还没铺完。好，来了。我的声音。进去。这啥？你需要这个吗？那个。治疗药水，他给我两罐。这么好、哦。这里有个戒符盒。打开啊！好险！打他！很耐打。死了！好 ，nice。那宝物应该在上面吧？这是最高点的。上面应该在下面吧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宝物的都在下面，有一只戒符盒。哇，这边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应该就在下面了。瞭望台啊！好，跟你下去。快来啦！有箱子，他瞬移了，他在哪里？我看到了，他在这里。我要趁他打开我就射他。嘿！哇，你把他的射掉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有什么。
有一个成就叫一颗钻石的机器，然后还有一个契机，不要放置它。我觉得它的所谓的它所谓的不要放置它，应该指的就是因为它是成就的东西。如果你放了它，把中介传送门敲下来而已。对啊，他给我们的第几个我也忘记了。哎、欸，在你身上吗？中介传送门。好，走开。我们这一集非常的 nice， 攻到最顶了。我们去上面做结尾吧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好卖，这里比较好卖一点。好。所以这里看起来比较 nice， 好，就在这里，哇，超高的，我好像把你挤下去哦，不行，好，跳上，走上，好了，那哎、欸，不要挤啦哦，不要挤啊，挤什么？好 ，nice， 就是这样，不要放蛋糕，虽然很好吃，但不能这样。好了、啊，那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，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，记得点下你的订阅旁边铃铛哦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啦。拜拜。